台顶精彩的表演，或者过去为着国家来奉献的公交人员欣赏。一年一度退休人员的联谊活动，咱老县政府是特别安排表演甲健康养生等等的活动。除了好在退休人员有一个交流联谊的机会，官府这边嘛印着健康服务的手册，提供给因做一个参考。我们提供一些那个健康服务手册啊，给我们所有退休人员，希望说这些活动、这些资料对退休人员的生活哈，能够有所帮助哈，能够更充实我们退休人员的退休生活，也希望说我们这些退休人员啊，能够发挥是老而不退的精神哈，继续为国家服务啊，可以参加一些志工性的服务哈，继续发挥他的专长哦。住伫罗国乡的张老师，今年才到80岁，伊嘛鼓励要活着爱动，退休了后要找出家己的兴趣，做介意做的代志，保持家己身体的健康。伊嘛也表示，有机会嘛会继续来奉献，为社会来服务。退休以后啊，有这些活动啊，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好啊。有这种活动，我们很高兴，很好，所以。身体啊，我们没退休以后，最主要的就是要活动，要活就要动，身体还保持的还不错，还是继续啊，有机会为大家社会服务啊，继续做一些公益事业啊。退休了后，用的时间嘛较济，官府人事处副处长嘛希望这些退休人员会当多多参与活动，积极来过生活，保持家己的身体健康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